光彩无比，象征热诚，象征坚毅，激发我心向往。我知道你们猜忌我，小小红作我这首这首，这是马来西亚最贴切心灵的歌曲。红人啊，这一份诚恳相思之心啊，有深深的感受。今天啊，缘起在一起，能完成啊红人的心愿，让师父所证明啊。虽然人人都哭的，可是呢，我知道大家的夫人是喜的是恩去啊。菩萨们，你们都是师父的弟子，你们在马来西亚慈善的工作很认真，同时呢，这人文的呈现也非常亮丽。还有幼儿教育呢，也都非常的非常令人欢喜。所以慈善、教育、人文都做得真好。虽然当地啊，师父还没办法在那里呢，还成就了医疗事业，可是各位，大家也都是对病人啊、苦难人啊、该送医的啊、该施药的也都有在做，所以四大事业啊，人人都很用心啊。人间啊，多苦难，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吧，天下的灾难频传，马来西亚都很有福啊，算是很平安啊。所以平安有福，要时时呢用感恩心。在感恩中一定要精进，我们要见苦思福，所以要多惜苦而再造福。就如最近啊，泰国在这一波的水灾，马来西亚同样有伸出来援手，那个时候每天每天呢、啊、为他们紧张。有一天就听到了他们的报告，就说50,000位的军人，他们呢为了保护曼谷，在水中呢叠沙包，没水喝啊。听了实在是很不忍心哦。泰国的执行长啊，陈吉士就说：“师傅，那你要对马来西亚掉罪来哦。”刚好呢，这里在我身边哦，所以呢，就请借鱼。我说：“你是不是赶快打电话啊？能不能呢，从马来西亚把水呢运过来？”一通电话，没有第二句话，就说好，那就是10万多瓶的哈瓶装水，就三个大货柜哈，四个就会大柜柜呀，就从马来西亚直接呢送到泰国去。隔天又听到了妇联会会长他说啊，因为呢阿丁哥在水中叠沙包啊，全身湿掉了，上来了还要到刚好
那干妈又要下水，他太太很不忍心啊，所以呢叫慈济来求援，能不能给他50,000套的军人的内衣伤口，能不能让他们上来有干的衣服饭啊，将心比心啊，当然不忍心啊，急需要的我们也说好。那马来西亚既然这么近嘛，所以我又要寄语说，你赶快打通电话给马来西亚我们的分会啊，能不能赶快张罗50,000套的内衣裤哦。他也是快速的电话打，小弟跟我说没问题，马上装柜，真的非常感恩马来西亚平安，我们可以呢支援那需要的受难的国家，你们也有做到哦，4大调和啊，国家平安，这都是呢人人天天都要感恩，人人呢都要知福，都要惜福，更重要的好，所以啊，你们的最能了解师父的前一句话后面的一句话都贴心啊，所以呢这都是我们啊慈济人啊在平安中啊很甘愿的普照福，造福果然很需要，可是我们呢也要求智慧哦，智慧啊就是要从华中求，你这两年都应该都很了解慈济的话，那我们内修呢是净师华藏勤行法，那外行呢就是慈济做我们呢，这是要走入人群，人群中呢，就是我们的道场。佛陀呢，教育我们的，要成为佛陀的弟子啊，要先净化自己的心，要开阔我们的啊，这种开阔心念。佛陀的心啊，这是心宝塔。两座沙界，哇！你们都有在听师父的话，那这是要这种开阔的心胸啊，这种的心胸啊，那就是净己清净，自闲心默，那样宁静辽阔的心哈，不是用念的，是要让自己达到这样的境界哦。所以人啊，与人之间要互啊，要互动啊，人人会那一些跟你跟他跟我毫无关系的人，他苦我们都不忍心啊，所以很自然的你就会去抚慰他，去付出，去帮助他。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那就是从内心啊，那一念慈悲的心，那一念呢，这佛心啊，所以我们要有那样的平，对众生啊，尊重、平等、慈爱啊。这就是要先建立在我们的心中哦，所以啊，所知不动哦，在这样的自省心默中呢，还是要把握哦，所知不动，一百千劫哦，一
永远的人缘呐、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归我们人人清净的佛性啊，所以要遵守这样的话，要记得以佛心为己心哦。很感恩大家用心用爱，平时呢在马来西亚这样的付出我都有看到了哈、哦，来精进继续的往前，对的路走就对了，对的事做就对了啊，原来会接受很贴心的弟子，祝福你们新年事事如意，在菩萨道上要精进啊，祝福大家。